邯郸自古以来便是文化荟萃之地。近日，38路公交车长侯建军以其独特的方式，将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入了日常的公共交通服务之中。这位车长师傅利用业余时间，亲手用毛笔书写了一系列邯郸成语，将车厢装饰得如同移动的书法展厅，让乘客在乘坐公交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邯郸深厚的历史文化。好的一个宣传的一个窗口吧。说车上就能学成语，我感觉挺好的，增加文化特色。希望能有更多的公交车做成这样。那外地人到邯郸旅游，到坐邯郸的公交，一看想起来邯郸是成语故乡了。给邯郸点赞，给师傅点个赞。给师傅点个赞。这位司机大大真棒。邯郸欢迎您。